启刚与郭晶晶去年十一月结婚后努力造人，急于为霍家开枝散叶。郭晶晶上月27号凌晨于养和医院剖腹，为霍家诞下7.3磅男婴。据知，这位霍家第四代男孙一出世已有过亿教育基金及每月6万元零用钱，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世的千亿婴儿。霍启刚同日向传媒发放一家三口首张全家福，由热爱摄影的朱玲玲充当摄影师。产后的郭晶晶精神相当不错，婴儿拥有一头浓密黑发，大眼及勾鼻，模样四足。妈妈金刚之子诞生后，霍家上下一片欢喜。由最美丽港姐变为最美丽奶奶的朱玲玲已叮嘱郭晶晶调理好身体后尽快再生，并称希望郭晶晶下一胎是生女。原来当年朱玲玲一直希望生女儿，可惜生了三个儿子，所以渴望儿媳下一胎能生个最美丽孙女来满足愿望。据悉，她已向身边好友寻求生女儿秘方及食疗之法，一向听话的霍启刚及郭晶晶看来要火速积极造人了。